这次这个专辑哈起的名字叫无畏，我在想啊，我们天意是不是在考虑我就是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，已经开始不害怕这个市场的朋友们对我怎么看了，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啊，自己勇敢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现出来。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，留在梦中。我从来没想过我跟天影能够合作十年，而且这么成功，这么愉快，这么温馨的十年，这个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深深的烙下了印记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。而且我觉得未来另外一个十年刚刚开始。不想凡是喜欢听陈宁唱歌的一定是素质非常高的朋友，我爱你们，希望你们永远都喜欢听我唱歌。